臭鼬可以算得上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葩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别的祸害，别的小动物，你把它给抓住了以后吧，你可以把它放掉，你也可以把它怎么样，都不用担心，因为作为人类，在这些小动物面前，你绝对算老大了。可是臭鼬不一样，这位大爷，你简直是打不得，骂不得，捧在手上你还怕把它给摔着了。你说你敢走近它吗？你敢去放它吗？如果你不是专业的，你搞得不好被它喷一下，那你得臭一个礼拜。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今天的视频就是给大家来送答案的。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种神器，我把它叫做臭鼬催眠棒。这个催眠棒怎么用呢？我把它的英文名字打在屏幕上。你们可以到 YouTube 里头或者是谷歌上面去搜索，一定会找到很多的答案。怎么用它？怎么用它呢？不是我的重点。今天的重点呢，是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工具。这个工具呢，自己做做呢，花费也不大，要的东西也不多。但是你如果要是想上网去买呢，还是蛮贵的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就是臭鼬催眠棒，靠近看一下，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。这个是它的杆儿，中间是一个接头部分，这里是一个注射器。接头部分的作用就是一头连着注射器，一头把杆儿连上。这个杆儿是从你们家的拖把呀、扫把呀。总之，很多这种家用清洁工具上面都能找得到的，下下来的。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长的话，你可以到商店里边去买那种刷墙用的杆儿，那个是可以做更长的长度调节的。根据网上的介绍，只要在针管里边吸入这种东西，然后把它注射到臭鼬的身体里边就可以了，你就不用担心被它喷了。我们的原理就是说，这是一个注射器，对吧？当里边注射了那种液体以后，你是要把它注射到这个臭鼬的身体里边去的。如果是直接用手这么去打的话，你离臭鼬太近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它害怕，第二个它害怕了以后，它喷你了，你不惨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工具设计的原理就是说，怎么样能够远距离的也实现这么一个注射的动作？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关键部位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连接器，这就是那个连接器，仔细看。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螺丝啊，还或者是什么螺母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它。它的那个是公母头可以互相配合的，你看这个是能拧进去的，是能拧进去的。然后关键是它这些孔啊，大小，你买的时候要和你的这个注射器能配合好。我们看啊，我把这个拔出来。把这个拔出来，好了，把这头给它塞进去，看到没？塞进去，你看啊，它的原理就是，你瞧，这个是底下你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注射器你推的地方，好了，你把它给塞到这个里边，然后你看这边呢，因为这边外面有一圈这个东西嘛，它不会一拔就拔出来，对吧？要把它顶住。然后这边因为是有这个长的，你可以旋进去。旋进去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啊就顶在这儿了。你看，现在我把它拧紧，因为你看，你旋进去以后，它就一直顶在那儿。顶在那儿了以后，这边呢，你不是连接上那个拖把的那个杆吗？然后你给它用力往里边推的时候。这个我给他，哎，
你瞧，你如果这边是那个杆儿，对吧？你杆儿一直旋到里边，比如说我的手指就是那个杆儿。好，你在很远的地方，你手拿着那个杆儿对里边顶，这不就注射进去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不就注射进去了吗？而且还没有危险，是吧？那我再演示一遍啊，比如说你这个里边都是液体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你这个是你的杆儿。你在很远的地方，这边你不用用手去抓着它的。如果你这边把那个针头已经注入它的身体的时候，就插入它的身体的时候，你这边的这个杆推的话，可不就注射进去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它这个，因为你在很远的地方嘛，你慢慢的。推，慢慢的接近它，你给它的这个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它是一般不会喷你的，在你注射进去这样以后，它是不会喷你的。其实啊，在我找到这一对完美的搭配之前呢，我还找到了这个东西，你看，这个东西像底座一样的。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好找，你就到那个，卖那个硬件的地方去找好了。这个要找个这边带螺丝圈的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呢有一点这样子，就是这边的洞洞大，这边的洞洞小，这样这个注射器就不会啪一下子拔出来，是不是？就等于是把它的这个底座是给它那个限制在这个圈圈里边的，它不会被拔出来。然后呢？另一部分呢，我一开始先找到的是这个东西，找到这个东西呢，它，你看，只要它那个螺丝扣能对得上，对上了哈，对上了。然后你看这边呢，那个棍子我也能弄得上，也能旋上去。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？把你和那这个比一比就知道了。你看，它们俩原理是一样的，但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它这个是实心的，这个是空心的。这个实心的呢，就会抵住这个注射器的底部，对吧？就会等于是把它像固定住了一样。然后你这地方一个棍子进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是空心的。拧上了以后，这个是空心的。拧上了以后呢，因为这边没有东西抵着它嘛，所以它是松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说啊，你的那个拖把头可以一直伸到底部，那么也就把它顶住了。如果说伸不到顶部，当时我还想了一个办法啊，就是找东西把前面啊堵严实了，然后后面呢弄上棍子连接上，其实它也是能够工作的。所以我当时呢把这个也买回来了，就是和大家提供一个思路：第一个，连接针头的时候，然后要防止这针头这个是针的注射器的底部啊被拔出来。第二个，它要这个能连接上这一部分，然后呢，中间的这个孔洞啊，应该是实心的，就是这儿应该是实心的，这样就能棍子进去了以后，它就是比较固定的。好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家 DIY 这个东西啦。